200块，没有虾的，最后两位了，来200好啦，黑鱼，200了，你看，一大块都，我做我做赢啊，来200好啦，三下尾，都三下尾，这样没。啊，最后两个虾仁没有喽。来200嘞。干嘛要快哦？来200块来黑鱼。来两百哦，200块。来，全两位让给你。来，拢准备两位黑鱼，200，200，200。啊，来，谢谢，要收一堆200块啊。来，好，旁边。来，过头。来，啊，要吃蛤蟆，来三个金好个，唔免100哈，因为蛤蟆未洗掉哈。啊，你甲煮成煮啊，你有黑鱼，你甲煮鱼皮蛤蟆。要吃免100，免90、80，大家拢会使买来开50。我弟应该去拍片了，20块了。我弟应该出门去了。阿妈买20块，来收钱啊！你是大哥啊，你收钱干呐？刮！来20块拢买了未啊，蛤蟆？赶快啊！要吃蛤蟆的动作快啊！来，你夹得放后面就好了。要一份就好。桌子没有位置，你就放在后面，跟我讲。多利了，别人你要吃多利哈。我稍微一个两分。来，我讲我就知你后边谈什么物件来。来，你这拢准备有啊？哈，来，你甲生活费来吃。这来，你要吃蛤蟆呀？蛤蟆20块吼，你慢慢看下来好。啊，要吃龙血鱼来，鲑鱼头来，这拢甲画画来。来，龙血鱼来用，今天用吹按钮够大片。哦，今天的很漂亮，很酷。来，免500，今天去卖画500，较侪人买来。300块啊！龙血鱼买300都无阿收起啊！来300块来，300块都套路哦！来豆豆套路下，哎，我做些物件喺度。来，有要蒸来300块来，300块龙血鱼300，有人要蒸无？要吹无？一把油咪咪，来去提个车里来，来300都300块。哇！今仔都卖500，来不去提个？哦，今仔去卡阿大台啦，来300都。好，阿姐要吃了，来，再来一袋，再来一袋，来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五袋给你拿，来300块得，300块来，用真的用吹，你要吹稳，一锅拢免两分，真的，两分先不用来烧啊，我阿姐也要结婚啦，啊，你嘛要结婚，阿姐阿妹这鱼啊正经好吃哈，啊用真的用吹拢太好吃，来300块，啊重点伊无饲啊啦，吼，等下你甲真真吹吹得好啦，来300块来，300块来，来。来300块，来，伊即摆吼，伊钓了过，伊即摆甲钱袂当做是钱。老板，客。来300块来，阿姐袂客吼。哦，我是这个做客户，今天两份吼。来1000的，好啦，袂搬来。来300块来，300块，三袋啦，来，我钓你啦。300块，阿叔来拉的时阵吼，来多来多来。来300的，后面小姐要吗？来一份300而已喽，哇，大海呀，他要美国本钱的。你要看台下来，来300的，来这边这边这边，来拢挂掉啊，300，通通挂掉了啊，好谢谢，来好，安尼我做一收。来阿叔来吃鲑鱼头了，还没有拿到呀，好来都给起来。就像早上那一个啊，什么四顺子啊，一直洗板啊，一直洗板。来，洗板发泄啊！来，最后一个客人真的没有了，300块来，好喜欢。哇，好没了啊！等下今天要画500，我要画300。来，要吃鸡腿来，300块都鱼头，等下你甲煮米沙头好吃啊！啊，唔通剁啊！伊这破点破好，就是甲上骨。不上电的所在，一定帮恁破开啊！等下你切冻了后，菜刀切下就落来，免500啊！今仔要吃鱼头，300块来都，300块来，鲑鱼头300都，300块来，石头切尾来鱼头，300都，哎，啊，不然要煮鲑鱼头，鲑鱼头叫营养，讲吃烤火烤。对啊，我疯了。300块来，那不疯的话，他会一直洗太麻烦了。我拢不然要金钱哦，300块，安尼好啊。俺厝厝也欠起来，卖伫遐花几包股啊！人客也欠，我也欠，鸡土也欠嘛，哎呀，拢欠，无一个无欠，欠平后因啦。一个一只刀，免500，免700，来300块鸡土，300。鲑鱼土。来，这个给我你来，来300块，300都，300块，你讲我好哦，可以来讲我出来哦，来三。来过来了，他们要学，唔免钱啊！一滴血，来两只河里来，一四边哦，大王你好，来300块来，吃我，300块来，
叫陶杰叮当来三八路，三百块来大智慧哦，三百块来几号啊？这两粒，哎，两粒，两粒就是四饼啦，四饼，哎呀，破开就是四饼，来三八，大哥你要几分头哦？外公我家都有啊，便宜啦，哪是不便宜？来啦，你坐一下，代表我们坐，免讲话，来三八好多啦，来六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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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个人啊，头前六个人。来三百块嘞，最后这三个人给你啊，鱼头要收啊，一半给你三百块，有大了不？龟头掉出来了。你望龟头的时候，那较轻的嘛，还跑路的，还跑路的。来，再来要结婚，来赶紧的哦。最后两个人给，哦，这边来，独立所得啊，啊，这侪人可以用真的摸工作房。来，剩一个人给你啊，等下无鱼头通互恁吃哦。来三百块，俺问看大哥哥有欠哪位啊？这白嫩肉，牛奥良鸡特产哦。好来，哎，三百拢外卖，啊，剩一个人去卖卖完哦。我三哥这一只两百外可以啊，我才卖你三百，不要紧，剩一个尔。哦，你若有兴趣，跟我讲。来，要吃鲷鱼来。来，注意看一下啊。鲷鱼，鲷鱼，今仔鲷鱼变实在是你弄钓的鲷鱼啊，一大堆啊。来花啦，你看。晓得不？哦，这来青龙鱼啊，乌鱼啊，来有要吃这一片的，很大片呢，红烧，干煎、清蒸、煮汤、煮火，大片大片，随便你煮，随便好吃。我爸好，就掏姐妹来，钓鱼片500块，拍写这短，方便，真空包装，太大片了，这个没有喊500块哦，老板，好大片哦。老板的桌台来现场，我来这，来就掏姐妹来500多，刚刚这两个消费500块，钓鱼片500块。咱台湾的骄傲啊，台湾雕啊，可以做好吃呢。而且要客家大地，多简单呢。台湾骄傲，今日来500块来，500块不然要金钱哦。来，这地我台湾了，行哦。来500嘞，500块来，招一个人加金钱哦。大片呢？鲷鱼500，它不是一般的鲷鱼，它是真的很大只的鲷鱼。500块不然金钱哦，啊不，再个上面好不好？来500嘞，来再个上面。来，500块，不要差不多。来500，啊，上边不够生意哦，啊，不过上一个而已啦，来啦，吃好欢喜来500块的，一个人啊4片啊，真的很好吃。来500块，就掏前面来500，不然要吃，安尼收的哦，安尼这边500块收少的，都有了吗？500块，500，叫姐妹的，两千妹，两千我要捧场哦。我爸好，叫陶姐给钱呢，钓鱼片500。这个肉真的很甜呢。好啦，来来。红青今仔只伤大地啊，我麻烦了恁等于哦，买500等于哦，多三顿拢伫遐食，这一直食袂完，我嘛嗨。因为刚一顿一顿，唔是干那真济尔，佮有八种物件通去煮啊。哦，来来来。安尼啊，一日加三袋啦，然后安尼就吃完啦，来500块，我替你吃少，但是三袋500嘛，比外口较少嘛。四啊五，400来300块，300块，加一片300，就钱了。来，谢谢，收来，想早提出来袂？人家还袂困醒在这边啊。来好，安尼佮我吃滴啊，几百，800了。幺两鸡腿。来好，要吃牛奥良鸡腿，要吃鸭霸丸，那要吃啥？你会当点菜给我卖呢？来，有要吃鸭霸丸，五个人加200，来100块我做，100块来加肉丸，100块鸭霸丸，有要煮的紧嘞，100块我做，我那鸭霸丸真正够厉害，唔免六个，五个人加都，规包拢给你，有个客人吃哈，我们家的鸭肉丸真的很厉害哦。来，最后一个要都开包拢了，你拿一半。来100块阿爸丸，最后一个客人阿爸丸100，一瓶拢无人会晓食阿爸丸哦，最好吃呢，100块拢有啊，没关系，五个客人都给你们了。来，阿哥要吃啥？蒜鱼丸，蒜鱼丸我甲切出来。来，阿牛奥良鸡腿来。小卷呢？没有，小朋友好。来，要吃牛奥良鸡腿排200块，我都有够好吃，拢无骨啦。
真的很香，来三支、四支、五支，叫一个人得六支、七支、八支哦哩。真正的好吃，行行的好吃，九支、贵到十支，来200块来，牛二两七的牌，不过老，做好吃哦，来200块来，四支来，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来，同款十支哦哩，真来，200块搭到要几分钟？这一千啊哦，水的，来200块的，来牛二两七的来，200拢有啊哩。进来哈，来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、十支，这么贵啊？哦，这个没有鼓了哈、哦，来200块，算你家，算你家啊！来，按照春节量，你要量鸡腿来有？哎 ，OK， 五七支、八支、九支 ，Mr. 王，你的柠檬鸡腿有来？有来耶，王！来，王大哥 ，Mr. 王 ，Big Brother，Big Brother， 200块，你讲了。一下听到我咧叫伊，你就知我英文造诣有好。哎呦！来大声讲下子。呀，我听无呢。对啦。你口音，你口音有够到底。Thank you very much. Yo, very good. 来200块来，最好钱的，200了，200。哎，你卖搞二啦，哦，二绝口。下半天管我，你二绝，只会笑行啊呢。来200块，两二两鸡腿，最后一个客人，都有了哈、哦。好，来鳕鱼来。那个给我好了。哪一个给你？全部都给你，一份啊、哦！好了，真的很好吃，你没有吃过吗？你应该要听学霸讲才对。几千啊，台北八小姐来，我爸好多好要求啊，有够高，有够水。那个小姐，来，我爸好先交钱了。现在鳕鱼很贵。来三条，最近鳕鱼很贵。来四条，你来，今天啊要吃帅爷来，我爸好，今天鳕鱼超大份。来招一个人加进去，五百块。新北大鱼市场，新北大鱼市场，今天四条，今天天气特好哎。来500块，500块，1、2、3，就你们三个吃就好了。来这一片再带回家了。来500块，来三两片，算你500块来，小姐要一份哦。来500块的，给了给了，三两片的啊，算你500块。来最后两位鳕鱼都买到了吗？算你500块。有啦哈，啊，多少头点算你，我嘛唔知虾米啦，那就凊彩啦，有买得，哦，加钱哦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500，算你，哦，来拢买着来，我叫小光啊来，来小光啊卖买1000啊，安尼好，水当当啊，有水无？漂亮不？来500块，你看一下封面图就知道了。这边200块呀，这边来500，来300，来700，从北到南那个雨是越来越小，雨是越来越小，给来小姐。500块，晚上的话应该全台都有了。我会加较紧的啊，这最痛觉的，我告诉你，来500块来，够水，真的很漂亮，这深度真正要留一点。来500，安尼拢买了哈，好来，安尼过来捧开来，小等啊。啊，要吃这是啥？土特味呢？哦，都久无看到伊啊，土特鱼味。诶，啊你，大家讲啊，恁拢掠迄个土特中口，卖土特鱼味，啊，我唔捌看你卖土特的下巴呢。有啦，搁咧切咧，啊，底下切咧，我就切开啊。来，要食土腿块200块多，200块来，招一个人去吃来土腿块，200，那有人要买块土腿块？哎呦，先娃娃你啦，哎呦，睡到现在也睡太晚了吧？来200都土腿块，昨天又去毛龟了你。200块土腿块200，啊，有拢无人认识哦。哎呦喂，土腿块有钱无得买呢？来招姐妹来，200块来，这边200搁咧烤肉，哪位啊？恁啊？来土腿鱼来，用煎的就好吃啊！这比中烤更加甜哦，我来一片哦。来招一个人坐进去，你订个碗，来200。一年了呢。不过那金钱要交买土腿鱼，是在想啥话啊？你嘛？这内行的来，早就拢买去啊！买两份都有啦，买讲买几份啊？真的很好吃。你用煎的哈、哦，煎起来比那个土腿鱼中烤更加甜哦。这个买不到的，以前有龙骨鳍哦，煮味噌也可以。哦，阿里狗温的季节，嘉惠你好久没有买土托鱼尾了。多加，来200块来，炸土托也很好吃，200块，最后能不能给好多位？是的，人家被招人大行的做困难，好多位不简单，不贵而且。好，我今麦今爱吃就加点，不要吃就加少加，多利鱼500。玻璃唔免500啦，今拢大地来开300块来都，300块来有大地无？是无？是。没有吃的，没有骨，没有皮了，来，免300，我看点点较少的来，只能求200块轮，200块来。200块。一包一公斤啊，二啊三，二啊二咧卖啦，这边200块啦，一包卖卖多少钱呢？
来啦，两个人加吃倒来，来啦，七百万卖啦，我请你来两百块多，两百块来见你，然后你是咧害啥货啊？好，我来我平坐啊，来最后一个两百，多你两百块。一个硬框没有，两百块多你两百，来最后一位哦，这一包两百块买不到了，来，很可以，两百哦，两百块两。水煮鱼哦。你们没有煮过，你们没有去过铁板烧吗？这个真开的百二啊，这个啊，这也叫三块呢，三人呢卖你两百，来一人一包，不用两百了。大家这部分期间嘛，咱这啊到底有幼儿园，拢无饲，无分，无分，来七百块多，买一包汽车，来一百块，我今仔破天荒互你汽车七百块，要抽啊，收来啊，来七百块多你一百块，真的很好吃，我没有骗你，试试看吧，买一包试试看吧，大哥你买七块块哦，买一包多，而且猪买猪汤咯，我先看没，一楼大哥买两包够了，好吃的，你给买三包好不好？哎，多你一百块拢准备了啊！看我阿姨啊，想到这，烦恼噶，别一百块烦恼多。连那大车连那我拢叫多你，无饲无顾无陪，哦，我感觉够有人面红。来一百块嘞，一百块不过我无机会解说伊是啥。来一百拢买了啊，一公斤嘞。好，来谢谢，来我家飞机牌两百块，开八块来一百我都，我只牌一百块哦。一百块来，买起来，买起来，你买一百，你买两百，拢 OK 来。一百块我来，一百块看出牌。一百了，今天有切片的咸猪肉哦吼，我要人给大家拢看我咧切片的咸猪肉，最好吃哦，足香的呐。来回几百，一百块有人要煎无？一百了，一百块，哎，没有人拿钱的样子呢。你这边一招一下人买，回几百。那可以来金买哦，啊，不然金钱哦，伊会抢光哦。来，我一百一百块来，一百块，无人要插我。哎，这人只好三条一百呢，我四条了嘛，我五条，我六条，来一百块，七条、八条，一百块，包条、十条哩，免两百，来一百了，一百块，叫一个人加金钱来回一百一百块。哎呦，大家拢在咧困呢，差嘛要困到几点嘛？我等你嘛去。那还小姐要一个气炸油炸都好吃的，好了，一百块而已，够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有啊，有人买到，不见有人买到。来，啊，你可不可以爱上？好啊，讲，今日可不可以爱上？柠檬鸡排啊，柠檬鸡排哦，有啊，有啊，你要好讲，我物件真正足济，有当时我家己嘛唔知，我咧未上。来，要吃金鸡排来，哎，切片的咸猪肉啊，哎，会较紧的，无几分啊。哎，大你来啊！伊要吃料。我的，你要的。我要吃料。分包哎。来，我们吃金鸡排，两百块。下包装哎。两百块，金鸡排，两百了。哎，这七包人就卖百二啊，我卖你两包了。我一定要给你偷了你了。一两三四五六六个人给吃了金鸡排，切片的咸猪肉，你没有买过，你一定要试一试看看，真的超好吃的。没三百，没你一个两百，没包啊，七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切片的咸猪肉，七百块来，收入啊，我有你，你是真正来这佚佗的，谢谢啊，哦，听到这句我无感恩的，来相片给两张好用，啊，甲你今仔合照，我独照尔，我袂，我带合照破坏美感，破坏坏美感，我想爱咸猪肉，来金鸡肉七百块，这样都看到爱搞阿公，金鸡肉七百。最后一个人给来一百块来金币，都要买无？有无？有哦，你买一包？啊，买一包你啊，对啊，买一包。好好好，来最后一个人给来一百块，真正好吃。这个我没有卖一百的，你下次来，我就是卖两百的。哦，不可能卖你一百块。来，你吃完了要炖排骨，来有吃过的举手。应该足少人捌吃过，因为这顶礼拜到五年了，上个礼拜才有哦。真的好吃哦。为什么好吃？不是看包装，这是看内在。这对经济，我讲出来，恁就知影。恁真有手机啊，家己去看，拍起来不过的。这个叫王记，王记做的要炖排骨，在我们中部很出名的一间食品厂。来，有要吃的啊？免五百，免七百，两百块我炖。要炖排骨来，真正好吃哦。来两百，哎，无人金钱哦。两百块要炖排骨，哎呦，今天是平日吗？不是假日吧？来两包，一包哦，给你试吃。
八九了，八八了，八五了，这人买一包，真正好吃，买了几包？外国你得买两三包啊，这支真正好吃，看一下，八五了，一百块了，要对白。我马上 Google。我没有卖一百，也不可能卖一百哦，你打。我马上 Google 的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真的很好吃。看到没？来几包喝得，一百块了，几包了，要炖排骨几包喝？什么四只啦？一包两包啦，这不是鸡啊，这不是鸡啊！啊，哦，搞搞鸡误导你。来，这要炖排骨几包喝？然后另外一个价格，你看，另外一个价格249啊，那你们看一下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阿妈甘好啊，好啊吼，好，等我一下哈，来要炖排骨一百块来，光哥不用拿整箱的，你给我看到人真的很多，你在整箱上来，不然你会搬冻死。你家有保鲜的吗？有，要几箱？有三万要几箱而已。你个假料啊，你广告啊！来一百，要炖排骨，不可能卖你一百，也不可能卖一百，懂吗哈？要炖排骨来，好，谢谢。哦，阿都食蛤蟆，蛤蟆好啊来，蛤蟆甲分解来，蛤蟆甲分解来，你对我咧对啊，你来蛤蟆上诶啦。我刚才找到网络上最便宜是145。啊，蛤蟆卖较紧诶啊，有人卖到250啊，有人卖到250。哦，卖掉了，卖掉了。我两包，两包，两包嘿。我下摩羯的蛤蟆，来，我讲。